接着看第六段，明察清净方便。二是普贤菩萨佛告大众言：诸佛子，应知世界海，由世界海微尘数清净方便海。清扬大师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说明清净方便的大意啊，前面我们曾经就修学弥陀净土的方便啊，说我们净宗啊定的五个科目啊，第一个方便就是净业三福啊，其次六合净，第一条不能疏忽。西方世界皆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如果我们不善怎么能往生啊？念佛念得再好，我们的心不善，我们的行为不善，还是去不了。所以心行要善呐、啊，要能跟一切众生呢、啊、和睦相处，平等对待啊，这个是往生弥陀净土所必须具备的条件。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在这个世间不能跟一切人事物相处，那就变成往生的障碍啊！因此六合净非常重要六合净，实实在在讲，它的依据的原理、原则，就是普贤菩萨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菩萨这两愿就落实在六合净里头。我们要重视啊。要学能跟一切人和睦相处无论是善缘恶缘顺境逆境都是自己修行往生的最善缘啊，道理要懂境界现前要知道怎样去转啊。第三是三学，戒定慧三学啊。第四是六波罗蜜啊，起心动念呢、啊，要与三学相应。处世待人要不违背六波罗蜜啊，最后我们也是归到普贤菩萨
十大愿望啊，以此为方便啊，再具备信愿行这三个条件，这才能往生啊！啊，信愿行三资粮是要建立在三福六合三学六度普贤十愿的基础上，这个人决定得生啊，这一生决定不空过了啊。所以我们在这一生想真正求得西方净土啊，亲近阿弥陀佛，做弥陀的弟子啊，这个基本的条件就是此地讲的方便，不能不具足啊！啊，少一条，往生就没有把握啊！这个五个科目门门具足，我们往生有信心。有把握清凉大师又说，出世间上上进，这里头又有两种，一种是真极啊，真极我们可以讲究竟圆满啊，那是什么人呢？那是诸佛如来啊。第二种呢，第二种是哪有真正做到究竟圆满啊，这是本觉一下。世尊在人王经里面有两句话讲得很好啊，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啊，这个我们过去也曾经讲过。经上说，三行十圣住古报啊，为佛一人居净土啊，这两句话了，就把出世间上上进这两种都说出来了。佛是究竟圆满的真经，菩萨是还没有达到究竟圆满，他也是真经啊。那么在没有圆满这里面又说有两种，一种是八地以上啊，不动地了，一向清净菩萨的境界，不可思议啊！啊，第二种呢是七地以下，不像八地啊。一向清净的啊，为什么？我们知道七地菩萨还有退转，他一退呀就不净了啊，不退是净啊，一退那个净就失掉了，他才往下退呀。正因为是这个原因，佛才教给我们求生西方净土啊。为什么呢？西方净土纵然你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你都证得三不退啊。这个经上讲得很好啊，圆证三不退啊。啊，那个语言是不可思议啊！
所以西方净土就比华藏净土殊胜了啊！为什么呢？华藏净土七地以下还退啊，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他都不退，成就容易啊！也正因为啊这个事实，所以文殊普贤才劝导华藏世界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啊发愿念佛求生极乐世界。这个道理跟事实真相我们不能不知道，不能不懂啊！啊，从这些地方，这才真正看到西方极乐世界无比的殊胜庄严。啊，不取西方净土，那从前李老师所讲的话了，这个人非欲即狂。啊，他不是愚痴。一定就是狂妄啊！如果头脑清醒，思想是正常的，哪有不求西方净土的道理啊？这不可能的啊！啊，欲狂是众生的大烦恼。我们自己有时候有不能够觉察啊！我初学佛的时候，老师苦口婆心的教导我劝勉我，我是半信半疑啊，对经宗不反对也赞叹，但是自己不肯学啊，什么原因？那不是欲就是狂啊！啊，一直到自己讲华严，这才觉悟了，才知道自己真的是愚痴，真的是狂妄。啊，才把这个毛病改过来啊！啊，死心塌地，一心修学。那么换一句话说，我这一生要是遇不到华严，让我死心塌地修净土难啊，真的不容易啊！啊，虽然我们也讲过《法华》，学过《楞严》，学的。不够彻底，对于经教里头真实意不能够理解啊，在华严里面就搞清楚了，回头再看法华楞严，求愿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心定了。华严里头，法华里头有早年大意，没看没发现；楞严里头有，也没有发现。啊，诸位要知道啊，我楞严我是学楞严的，啊，楞严过去也讲过六七遍，真的是懵懵懂懂的。啊，二十五圆通章我也只看到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没有看到大势至，粗心大意啊，怎么会发现大势至菩萨也是个特别法门呢？
给诸位说，这个要感谢印光大师。啊，印光大师把这一章经文，这章经文不长，244个字。啊，他把这一段经文抽出来，附在净土五这个四经的后面，号称净土五经。啊，印光大师这个做法，我感到很惊讶。啊，所以回过头来，把楞严经拿出来，细细的来观察，才发现了。啊，发现的是，大势至菩萨跟弥勒菩萨两个人对调了，按顺序，弥勒菩萨在前面，大势至菩萨在后面。啊，这个啊，大势至菩萨在前面呢，弥勒菩萨在后面，因为他们是七大。啊，七大是地、水、火、风、空、见、识。大势至菩萨是见大，弥勒菩萨识大。啊，顺序是这么排法的，结果楞严经上排法呢，他颠倒了。因为他那两个人太接近了，换个位置不容易发现，不像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是从前面掉到最后啊，这非常明显，不容易啊！啊，很多细微的地方啊，我们年轻学教啊，都疏忽。啊，老师讲经也没有特别说明。啊，我们这个听众啊，粗心大意。啊，那么这种情形，我相信，许许多多年轻人学教，很容易犯这个过失。如果不是在经教上常年学习，过错总是不明，而自以为是。啊，这个是最大的毛病。啊，自己不知道自己的过失啊。啊，还以为自己学得不错啊，啊，也以为自己讲得不错啊，啊，最精彩的地方，最重要的地方，死活了，就成什么话呢？啊，所以事出事法，干哪一桩事都不容易。这个是我们几十年亲身经历的啊，总算啊因缘殊胜啊，知道回头啊，回头是岸呐啊。那么就本尊啊，华严教义来看，啊，华严经上讲，摄性菩萨就有净土，啊，跟一般大乘讲的不一样。何以摄性菩萨就有净土呢？往下这个经文我们就看到了，啊，实在讲呢，这个里头。佛也常讲，心净则佛土净呐。
摄性里的粗性味啊。粗性味何以有净土呢？他心清净了。这个道理讲得圆满啊，心净则国土净。修净宗修什么？就是修清净心呐、啊！啊，在哪里修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修，在六根接触六尘之处修。修戒定慧三学啊，无论在什么场所，是法佛法，头一条要守规矩啊！啊，守规矩就是持戒啊，要守法。受罚就是持戒，决定不犯规，决定不犯法，啊，这个规矩，这个法律，啊，是有问题的，啊，对我们修行是有障碍的，要不要受呢？要受。佛法在世间不坏世间法，这个地区如果是有法令禁止佛法弘传的，我们在这个地方就决定不能够弘传佛法啊！为什么？如果你在这个地方偷偷的还来弘扬佛法的话，你破坏了规矩啊，破坏了佛教的形象啊，这个是大了啊！现在他有这个法律，不准弘，也许过几年他就改正了，他就修订了。所以学佛的人要有耐心啊，决定不做犯法的事情，不做违规的事情啊，又何况今天世界这个交通方便啊，是个开通的世界，这个地区禁止，那个地区不禁止啊。我们到不禁止的地方去弘法，哎，到欢迎佛法的地方就去弘法，这样就对。诸佛如来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啊，佛法经里面不是常讲吗？佛不度无缘之人啊，什么叫无缘呢？他不接受，这就是无缘啊。这个地区不接受，这个地区现在没有缘啊，那个地区接受，哎，那个地区的缘成熟了你要不懂这个道理，你违法犯规，破坏佛教形象啊，这就错了啊！你别以为在那弘扬佛法你有功啊，没有功，你把佛教形象破坏啊！佛法的形这个形象是净虚空变法界。一切诸佛刹土里头都遵行的，怎么可以违反呢？啊，佛法是好事情，大好事情，我们先知道是处世间第一等好事，但是人家不要，我们不能勉强去送啊，不可以啊！啊，等到他什么时候觉悟了，欢欢喜喜来求了。
啊，我们再恭恭敬敬送过去。啊，所以学佛的人，啊，就是偷偷犯规都不可以。啊，除非有特别因缘，啊，那个特别因缘，我们没有智慧，我们不懂啊。啊，像永明延寿大师，那是特别因缘啊，他犯法啊，他偷盗过库里面的钱财啊，去放生，他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呀。啊，他用这个方法目的在哪呢？目的渡过往啊，所以我们看到这结果，哦，我这才晓得啊，他那是手段呢、啊，啊，那个就是我们今天讲高度的艺术啊。我们凡夫没有智慧，做不到啊。他偷到国库的钱，常常偷啊，啊，以后被人发现了。当然有一些嫉妒障碍的人把这个事情揭穿啊，告到政府，政府来一查，他是学佛的老实人，实话实说全招出来了啊，偷到这些钱干什么用呢？放生了，没有自己用啊，没有做自利的事情，放生了。当时人说他愚痴糊涂，我怎么干这个事情啊，把这个事情报告到国王那里。那国王说是那还是按照法律来处分啊，但是啊，国王呢就想到那个法律处分是砍头啊，杀头的 啊绑到刑场。国王告诉执法的人，哎，看他什么？看他害不害怕？啊，如果他的表情恐惧、害怕，就杀掉算了。如果他不害怕，啊，一点畏惧都没有，把这个人带回来，带到我面前来，他要看他。啊，那么这个永明大师被绑到法场杀头，一点恐惧都没有啊。那个执法的人员问他，你为什么不害怕？他笑着说，我以一条命救千千万万的这个生命，我值得了啊，所以欢喜接受国家的这个惩罚啊，我救了好多好多的生命。执法的人把这个事情向国王报告，国王召见啊，赦免他的罪了啊，问他你想做什么？他想出家，国王成就他做他的护法啊，那个就是特别因缘，那是特别的智慧，特别的手段。我们不能学 啊要懂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守法，一定要守规矩啊，决定不能够做犯法违规的事情啊，这样子我们心，所以心安理得了，心安心就清净了啊，清净心就住净土啊，所以净土
最重要的因素，心清净，身清净。啊，身心清净，我们境界就清净。这是我们在讲习里面常常勉励同学们的啊，所以华严确确实实是了不起的教学啊，在这个课程里面讲，初信位的菩萨就有他的净土。净方便就是净因呐，啊，所以底下说的九净善有，啊，得生有善有的佛刹。那西方极乐世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那不就是有善有的佛刹吗？而且是上善的，不是普通的善的啊！所以我们学佛要亲近善知识，要常常接受善知识的熏陶，这比什么都重要啊，要懂得远离物质识啊。什么时候物质识呢？对于我的善行善行没有帮助的，我统统远离啊。对我的善行善行有帮助的，我要尽量的去亲近啊，实在找不到善友，经书是善友啊，佛像是善友啊，我供养佛像，天天看佛像，天天跟佛像在一起，天天读经书啊，诚心诚意的去读，读久了意思自然明了了。古人常讲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很有道理啊。啊，人一定要懂得亲近善知识啊，我们的善心善愿善行才能保得住啊！啊，才能够不会被世缘染污啊。清凉在此地又告诉我们，前面讲庄严啊，刹庄严，那都从古上讲的，这一大段呢要讲清净啊，讲清净呢都从因上讲的啊，佛说法总是先说果后说因啊，让你看到果啊，你才会发心呢去修因。那么前面呢多半是这个意思在劝勉我们修善啊，而这一段呢是劝勉我们断悟啊。他注子里头也有个比喻
比喻说得好啊，他说对于这个世界居住的环境呢，啊，前面所讲的呢，啊，此这个地方所讲的呢，譬如喜涕，啊，前面所讲的呢，好比是这个装饰，啊，当然先要把它打扫干净，然后才能够装饰啊。意思讲得很圆满，这个清净方便呢，我们就介绍到此地啊。下面呢，请看经文啊，经文也有十句啊。我们看长行第一句：所谓诸菩萨清净一切善知识，同善根故。这一句话了非常重要，佛说阿难问是佛吉凶经，第一句就是给我们讲要依靠善知识，是从名师受教啊！啊，这是我们学佛第一个关键的因素啊！跟到一个好老师，你就会有成就啊！你跟一个不是真正善知识，那你要受很多辛苦。你这一生很难成就啊，尤其是第一个老师，第一个老师先入为主，以后你接触别人，你都会拿这个老师来做标准啊，做一个尺码子去量别人，这个麻烦呢。第一个老师是比什么都重要啊！啊，亲近的老师太多了，太杂了，肯定是不容易成就。为什么呢？你的思想思路乱掉了啊！古人求学跟我们现在不一样啊，古人讲的师承啊，他跟一个老师啊，他跟老师的思想是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一条路，容易走出来啊。啊，诸位要晓得，两个老师就是两条路啊，三个老师就是三岔路口啊，四个老师就是十字街头啊，你往哪里走啊？啊，老师越多啊，就越糟糕啊。只能有一个啊，不能有两个啊！啊，那么诸位要问了，那法门无量誓愿学，那怎么个学法呢？那一个老师怎么学法呢？没错，这一个老师呢，你毕业了，你才能够搞法门无量誓愿学。啊，你跟着这个老师，那个毕业的标准是什么呢？禅宗里面讲，
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这个标准啊。你可以离开老师，可以去参学了啊，没有障碍了。五十三参就是这样的啊。善财童子跟的老师一个人，文殊菩萨了啊，在文殊这一会上他开悟了啊，见思烦恼断了，尘沙烦恼断了，无明也破一贫了，这毕业了啊，毕业出去参学去啊，五十三参呢，法门无量誓愿学啊。他有条件的，有资格了啊！我们现在不行啊，我们现在听一个人的就会受他影响，自己没有智慧啊，把自己的心搞乱了，得不到清净心了。清净心能开悟啊！啊，你学的太多太杂，啊，变成什么呢？变成佛学常识。学到最后，这是世间的佛学家。啊，你成就的是什么呢？世知变聪，啊，即问之学。啊，你会讲的头头是道，你的烦恼不断。你的习气不断啊，你贪嗔痴慢不断，你还是出不了六道轮回，这么个道理啊。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所以一定要亲近呢一个善知识啊，在一个善知识里头得清净心啊，得平等心，你得到了啊。如果得不到清净平等，你就没有资格出师啊。中国古时候讲出师，现在人讲毕业，你就毕不了业。所以你跟定一个好老师，老师有责任有义务指导你帮助你成就你戒定慧三学啊。啊，那个戒就是什么规矩方法啊，老师有一套方法有一套规矩，你必须要遵守啊，你从遵守你的心慢慢定下来了，静下来了，定到一定的程度，智慧开了，啊，到智慧开了，老师自然就打发你，啊，劝你去参学。参学是成就后得知，就是无所不知啊。那么这一句经文里面，你看看，所谓诸菩萨不是普通人呐。啊，这都是已经毕业了啊，在自己老师那个地方修学都完成了，毕业了，毕业之后怎么样呢？亲近一切善知识啊，这不就是五十三参了吗？所以善财从文殊菩萨那个地方毕业出来参学，他是菩萨了，他不是普通人啊。啊，他是什么菩萨呢？原教初住菩萨啊，你看看他第一个参访的德云比丘啊，四摄华严里面称为吉祥云比丘，吉祥云比丘是初住菩萨，他要不到初住的程度，他就见不到初住菩萨，
他也没有办法向初住菩萨学习。啊，他参访哪一位，他的程度啊已经到达跟善友相等了。啊，就跟我们世间读书是一个道理啊。啊，你是小学生，你亲近的小学老师；你是中学生，一定亲近中学老师；你是大学生，大学程度，你一定亲近的是大学教授。啊，菩萨参学亦复如是。啊，你看他参访那个善知识是什么等级的菩萨，他的水平就达到这个等级。啊，他到最后参访普贤菩萨，普贤菩萨是等觉。一生成就啊，从凡夫地证到如来究竟的果位，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呐！啊，我们到哪里去找一个善知识来做依靠呢？啊，这一段事情，古人讲得好，可遇不可求啊！你到哪去找去啊？偶然之间遇到了，遇到是有因缘的，不是没有因缘。过去生中的缘呢，善根福德因缘啊，我们才遇到啊。啊，遇到之后啊，你要具备好学生的态度。啊，那么讲到好学生，《弟子规》就重要了。啊，这个课程在古代是教同盟的、启蒙的。啊，大多数是教什么年龄呢？五六岁的，还没有正式上学。啊，五六岁。正式入学前一年一两年学这个课程呢，啊，这个课程父母教、兄长教，啊，哥哥教弟弟。在家做好儿女是父母的好儿女啊，在学好学生呢，啊，老师的好学生呢，好儿女的标准，好学生的标准就在《弟子规》。你然后亲近好老师，啊，老师看到你确确实实具备做学生的条件，他会全心全力帮助你。啊，你要不具足这个条件，老师想帮助你帮不上啊，不是不慈悲啊，不是不肯帮助，帮不上忙。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好弟子、好学生，《弟子规》里面列的这些条文很多，但是归纳起来，总不外乎。诚
尽这两个字啊，沉浸表现在生活，表现在处事待人接物，就是弟子规啊。所以印祖讲啊，一分沉浸啊，得一分利益了；十分沉浸呢，得十分利益啊。沉浸这两个字，从初学一直到成佛，都不能离开呀。啊，成佛之后，诸佛菩萨还是以沉浸的心行度化一切众生。所以沉浸是永恒的，无始无终啊，它不是阶段性的。真诚恭敬啊，那么这个地方我们一看就晓得他是菩萨在参学了啊，都是具足十分沉浸。现在亲近一切善知识，与一切善知识同善根故啊！啊，具体的说明就是《华严经》最后的一品——入法界品。善财童子五十三参表演给我们看啊，我们在这个地方学习 啊。那么也许有人要问，善财运气不错 啊，遇到的老师是文殊菩萨啊，参访的是善友，都是佛菩萨实现的啊，所以他一生成就啊。我们没有这么好运呐 啊，其实啊，我们错了啊，我们是自以为运气不好，自以为没有遇到善知识。而不知道啊，五十三参它是表法的啊，这五十三位善知识是表示社会上五十三种不同行业的人啊。既然五十三参、五十三位善知识都是诸佛菩萨再来实现的。我们心里明白，除了我之外，我从早到晚遇到所有一切的人都是诸佛菩萨为我实现的。善财运气好，我也不赖呀 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境随心转，看你自己是什么心，你自己用的是真诚心，所有一切人无一不是佛菩萨实现的啊。所以我告诉同学们呐，世间所有一切众生呐，人人是好人呐，事事是好事啊，你能懂这个意思吗？啊，你要跟善财同样境界，你会承认我这个话，你听到我讲，你会点头。啊，人人都是佛菩萨了，佛眼睛看一切众生是佛，菩萨眼目当中看一切众生是菩萨。
凡人眼睛里面看佛菩萨也是凡人啊，境界是梦幻泡影呐、啊！啊，怎么个变法呢？从心想生啊，为识所变，这不是讲得这么清楚，讲得这么明白啊？所以你真的搞通了，搞明白了，佛菩萨都在我们眼前，都在我们四周，从来没有舍离过我们啊！你能够长随于佛学，你肯定这一生证得圆满无上菩提。好，今天时间到了。